Hello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来跟风啦。现在网络上很红的就是那个什么鱿鱼游戏呀，就是那个饼干这样的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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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最近很红啊，这种游戏，所以呢，我也想来推推看这个游戏好不好玩。说之前呢，我也是有尝试做过了啦，不过就失败了，就到了第二天我再试看做啊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弄那个饼的时候啊，有很多步骤没有做对，所以就很多人做错啦。所以这次我应该会做对哦，经过昨天的教训，应该是 OK 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换一个场，现在我们换场面先来，我们先制造个饼干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啦。这是砂糖，这是苏打粉啦，然后这是它做一个圆形东西啦。所以我这里就一个人是不方便拍啦，所以就暂时是等一下再安排这样设定我的 camera。好，现在笼子它烧了，等它黏固先，好，等下再努力。OK， 这一次很成功，你看，不然第一个难做了，不过现在做一个应该是很美了，也开始做。喂，好，我们终于回来了这边了，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成品是怎样的啊。这个就是我的产品啦，跟你们解释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做的，所以就很失败，不是很美啊，有点隆隆的啦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第二个做的比较美啊，就是这个两个洞啊，不是两个洞，是两个圆圈。这里就这样。OK， 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啦，比较花型的啦，所以也是 OK 啦，第一次做，不是讲错了，刚是讲了上一次就做了，这个是第二次做，第二次做已经做得好了啦，给一下面子啦，叮，也是 OK 啦，这卖相不好不了。现在我会先找一个来 start 先啦，也不能这样子放哦。我要把这两个箱子放在这边先。搞错了。OK， 我们先尝试一级一点的，最一级做东西先，然后就拿这个 camera 来录下来。OK， 做的这样美，希望不会被。就不会被打枪。OK， 现在我们怎样好嘞？开始啦，开始吧，就快开始一下。OK， 现在给你们看清楚一下啦，来，对比一下啊，这个是两个圆圈，都是个花形的啦，卖相是不美啦，不过是可以啦。比起我第一次做，太难了。OK， 现在我先开始这个先，然后我们再看看先啊。制造过程我已经录了啦，所以现在决定一、二、三 ，start。OK， start， 我们先开始这里先啊。硬哦，好像是。没事没
没事，每日还没美，哇，后眼这个。我用的汤匙没有洗过的嘞。OK， 我第一次失败了，现在给我第二次机会，最后做两个洞，不是两个洞，是两个圆圈，两个失败了哎，那个讲的，这第二轮，就是用舔，我不用舔，我用咬，这应该是干净啊，这个，我这边来咬。哇，那个饼干声音好脆哦。嗯，非常好喝。来咬，来咬。咬可以，咬可以。嗯，哦，爽脆。Nice. 成功了，刚跌下来，成功了耶！我们这个第一挑战，第二个挑战算成功啊，完美，完美啊，哇，完美！你看，极好，幸好第二次不用被打，一部分老师也做到。我不是好念啦，是真的是好吃啦，做到。嗯，好喝。嗯嗯，这本来好喝。嗯，不过我这个都是不要吃，不要吃酱多，毕竟我也不好包，真的不能吃。OK， 现在是进行我们的第三 level， 第三个关卡了，就这个花型的，嗯，就这种，哇，这个很难耶，好像是会失败，哎呦，应该要舔吧，不想舔舔，嗯，不能舔吧，我还烧大胃，哇。不用紧，我们 start 开始，正式开始。听一下。OK 啦，现在是算完成了啦。然后我就打算弄一个圆圈吧。OK， 这个算是完成品啊。所以总共我是完成了两个，还是打粉的不吃太多。那个怪我水啊，你看，耶，终于成功了，做到。我等下喝点水先。OK， 好了，现在我们来个结尾了。啊，算是蛮成功啦，只是第一个比较失败罢了。所以我也是顺利的通过我们的第二关，我第几关 ？OK， 好的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虽然是比较普通了，比起人家拍我是比较 normal 一点的，我也记得。OK， 好，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
讲我这影片的话，就 like share， 我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给个订阅了。